哥，好久没见了。还有几个膜，最近没有出来。最近都没出来是吧？对，还有二哥肉夹馍，就还有这么几个馍。上次美食节，对仔仔，这就是那个永嘉天地嘛，就是你们说的永辉超市，张浦县城。你排不上队啊，快乐哥，你起码排在200名开外。人家都有暗恋了寻梦十几年的，每天都是早请安晚请安的，你要不先排个十年，你先排个十年再说。我回老家了，上次美食节也在，你做那个游戏是吗仔仔？我想想，仔仔莆田，对，这边就是美食节，纸包鱼啊，纸包鱼，还有两条鱼，还有两份牛蛙，大家来支持一下。你不是晚上过来看到我，我想想，在晚上过来看到你，我对你的名字很熟，然后我最近没有直播，可能想不起来的。打枪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兄弟啊，对，那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新都那边是吧？新都那边，想起来了。Hello， 这个是恰冰，这小哥哥上次跟他们聊的也不错啊。你不是问我，我想起来了，仔仔，对，那这个地方不是啊，这个地方离那个地方有个几百米，啊，老北京卤肉卷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就说名字很熟，但是故事忘了，是吧？给我喝一点酒，我就想起来故事了。拇指生煎包，主播，我不是说没暗恋寻梦，哪来200多名排名了？我说暗恋寻梦的大概有200多人，你要排的话得排到200名之后了，然后还有十几年如一日给他每天都发信息的，我说你能坚持吗？等下次去漳州安排你。好的，仔仔，谢谢。那个你远来的是客人，我比你早来几天，我安排你。猪头肉骨面，回味寿司手抓饼。看这十几岁的小朋友，张嘴就是国粹。看来这个永嘉这边可能结束的稍微早一点点，巴洞可能会晚一点。你不是漳州的吗？我是山东的，然后在漳浦这边临时待一段时间。对，主播和做梦两个，晚上好像忘记吃饭了，请你啊，你想吃啥？给你安排，生煎包、寿司、手抓饼。哎，那边有那个烤榴莲，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：章鱼小丸子、福鼎肉片、手打柠檬茶、肉夹馍、印度飞饼、什么四果汤。想吃啥？好好吃饭。对，好好吃饭，说的对，记得好好吃饭。我记得有一个广东还是哪的主播是吧？就那个小哥戴个眼镜，最后扇子一打，记得按时吃饭还是好好吃饭，我忘了。章鱼小丸子啊，这是这个小姐姐是漳浦邓丽君，我们都说她长得特别像邓丽君。好好吃饭。我听见主播在直播间问寻梦告白，这样问我当你男朋友好吗？你好烂哥，没有。看看，买一买，这个吃不吃？你们，这个、吃的话直接给包圆了。啊，来吧。这也就是一份两份，差不多两份。吾爱一身轻，是吧？对，好好吃饭说的对。这年头谁动感情谁完蛋，还是葛大爷说的对。要动点感情啊。没有，我觉得葛大爷葛优还是活得非常通透的。
谁动感情谁完蛋，我爱一身轻。有故事的人啊，好好吃饭。那个快乐哥，你整点酒，我们下回听听吃饭的故事。真的听见了，你圆他们的梦，圆梦他们，是吧？对，快乐哥有酒，你有故事吗？章鱼小丸子，手打柠檬茶，二哥又干我。啊，印度飞饼，糖水铺，烤串，烤串，豪状元，生蚝。你失恋了，快乐哥一天练八。